妈拉玛。冷静，串串已经走了。哎，我的耳朵呢？我耳朵哪去了？啊，对了，耳朵也装回去，不然听不见。啊啊、冷静点！臭妖怪，随便我捏你的耳朵很好玩吗？说谁是没有教养的臭小鬼呢？这不变大，你是？算了。你没看到我缩小时候的样子，就原谅你这次。这个样子你总该认得了吧？啊，会长？笑个屁呀、啊！话说，串串超人起飞时我们得闭气，这不是常识吗？你没上过对付串串超人的必修课吗？还没。那是下学期的课程。那怎么能来地球实习呢？谁安排的？也罢，既然已经找到你了，咱们就一起回去，我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。回去？会长，你听说过无力滑雪吗？无力滑雪？在这两天与地球人的接触中。什么？你居然与地球人接触了？你不要着急，你先听我讲完。因为我们的体型和地球人比较接近，所以我成功伪装成地球人，混进了他们的学校。怎么可能？光耳朵就没法伪装了吧？听我讲完了。结果发现他们所学的课程十分高深，更骇人听闻的是，数学方面他们居然从初中就开始学习我们大学才会学习的内容。什么？这么说来，地球人才十来岁就能掌握一元二次方程，还有平行四边形那么高深的内容了？没错，咱们星球上伟大的教育家金正国培根曾经说过，知识就是力量。照这个趋势下去，将来就不是我们破坏地球，而是地球人要来破坏咱们的星球了。新防卫军竟被五个地球人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照这个形势，调集再多预备军也都是从怪兽头，看来不得不启动终极战备力量了。生命能量反应。所以，我决定留在地球，掌握他们所有的知识，带回怪兽大学。所以，我现在还不能回怪兽大学。我好不容易才混进地球人家中，突然离开的话，肯定会被怀疑。我不想白白错失这个好机会。我懂了，那我就自己回去复命了，你多保重。卧槽，这附近怎么这么臭啊？哎，怎么还有人在？嘿，你们也是来看串串超人和怪兽打架的吗？别急，我来应付。啊，我是记者来的，不用紧张。
能跟我描述一下刚才的情况吗？我啥都没看见啊。可惜啊，我来晚了，只在远处拍到了一些些。等等，你们头上那东西怎么和怪兽那么像？难道你们……我就说瞒不过去嘛，还是让……哎呀，我们什么呀，是同事了。今天已经是第三次了，不要再玩这个梗了。啊，什么？原来是头饰啊！原来这就是伪装吗？地球人这么好骗？没错，是头饰哟。妈呀，有怪兽啊！不好意思，太久没有玩二十了。我来善后，那个记者交给我来处理就行。你的事情我会跟院长汇报的，就此别过。妈呀，怪兽啊！那么我也该回不良家了。单兵飞行辅助器，单兵飞行辅助器，吐槽星人模仿串串超人飞行原理研制的飞行器，通过黑市在各大怪兽星系间流通，很受不能飞行的怪兽们欢迎。操作十分简单，只要把它插在橘斯堪贝尔背包上就可以飞行了。来的时候用完了吗？这能走回去了吗？好远哦！走回去的话，战斗服会太引人注目了，得换到地球上的型号才行。战斗服变形！这样回家路上就不会引人注目了。有没有一半了？嘿，小姐，这么晚还一个人在外面走啊？还穿女仆装哦，来服务服务咱怎么样？你们是？我们是大好人哟。我们来陪陪你吧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急着回家。怎么回事？这两个地球人流里流气的，感觉和机器兽一样恶心。哎，有什么事比陪咱哥俩还急呀、啊？来来来来，咱带你去个好地方啊！我都说了不要了。哦哟，居然还随身携带球棒啊！我操，从哪儿掏出来的？让咱哥俩给你好好检查检查。哎呦，这腿子我能玩一年呢！放手，我喊费里了。你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哎，话说我好像说了句经典台词啊。